Hello, 皆様こんにちは KT です。继上次日本老公去台湾的影片，请容许我们插播一下北海道夏日风情。久违的跟阿明两个人来个自驾青旅，虽然富良野跟美瑛真的来过超多次了，但这次想说选人少的地方去晃一晃，那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Hello, 皆様こんにちは KT です。Hi, 大家好，阿明です。久しぶり、私たちはまた声でドライブ旅行の動画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今天呢，我们就是反正又无聊要去这个夏天，大家可能来北海道必去的地方。まあちょっとね、天気というか気温が非常に暑くなってますので、熱中症に気をつけて回りたいと思います。哇，欸，这里真的很少人呢。哇，这边一大片的，这边都薰衣草了。綺麗だね。ラベンダー。ラベンダー、そうです。哦，刚才看到那边那个紫紫的，我刚才还以为这薰衣草，太久没看薰衣草，这个不是薰衣草，这是什么？沙鲁比亚。沙鲁比亚。然后这边右边这个才是薰衣草。哇。这边也一大片了哦。麦克风在这里突然故障，真的很酷酷。我只能久违的假装诗情画意，跟大家录个旁白。我想许多人的北海道夏日清单，莫非是薰衣草或哈密瓜吧？一开始搭巴士来到这里，虽然薰衣草很漂亮，但真的是人山人海，不止看草，还看人啊。人命哥，楽しそうね。仔细往 Google Map 找一找，发现其实附近还附藏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花草农场，让我有机会都想要去走走看看，发掘一下少人的秘境景点。然后不得不佩服，这里的农家都能把花草整理得这么漂亮，让短暂来驻足这边的旅人都能疗愈一下身心，放松心情。另外提醒，花场虽然漂亮，但拍照时不要随意入侵田地，以免损害农作物跟自然风光哦。哦，これ見て、これは何？これ。金魚草だね。金魚草。哦，金魚草。金魚みたいな花なの。そうだね。看这个好特别，这是叫做什么金鱼草哦。哦，好热哦，的确很热。不过至少这个风出来是有点凉凉的。我今天大概穿两件，里面大概穿了这个吸湿排汗的这个 inner， 所以我感觉现在不会很热。再看一下，这个是 marigold yellow， 黄色的 marigold。哇，看到这个花，哇，好大一好大一朵。这个是 hoki so， 那个收集了什么 hoki 蜜袋，会比较可爱呢。这个草好可爱哦。圆圆胖胖的，哦，哇！那ここは今こちら下見る。哦，从这边看下去，これ下見る。ここはさ、ほら、ちょうど国道の通りに面してるから、はい。みんなわ綺麗って言って、ここに寄ってね、少しちょっと鑑賞して、また次の目的地。でもこっちはまだ割と人少ないのファームでしょ。まあね。まだ。だけどここはすごく綺麗にお手入れされてて。这边有贴警告哦，只能在田的旁边通路走。这边如果侵入田地的话，要罚款10,000元的。哇，看看这里好漂亮哦！哇，那边好多农家哦，那个屋顶看起来都好可爱哦。哦，这边是有点小秘境的感觉。哇，这边啊，帮他协力一下。协力一下，放一点啦。要农场，要经营农场也是很不容易的。哇，这边卖好多东西哦。哇，还有富良野的这个茶，富达边达 tea。哇，还有卖很多这个蔬菜。咦，这个番茄好便宜哦，这样一小包100。还有辣椒，还有秋葵。看这个 Poka Sapporo food。有这个薰衣草的香味，而且它比绿茶还不苦，不错喝。
哦，我们今天要来吃午餐的，这是来到是随便查，好像不错的。这个是布朗鲁西森林の中のレストランみたいね。哇，它是整个是盖在森林里面的。哇，一个大大的小木屋。我们现在进来了，这边整个都是木造的，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森林。好，简单来看一下 menu， 这边必点的就是这个炖牛肉野菜汤，是跟红酒一起长时间煮的，有单品也有 course 套餐。我直接点一个套餐来吃看看，还附饭或面包、沙拉、甜点跟饮料等，只要日币2000多，这个价格很可以。喝一口汤，超级浓郁，很妙的味道，但一点酒味都没有，有牛肉的汤汁跟蔬菜的甜味。牛肉整体来说非常有嚼劲，但却很软嫩，口感非常好。其他蔬菜稍微煎过，味道也都很 OK。 Beef stew rice， 我已做了，到了。附上的饮料我选了苹果汁，有原汁的感觉， good。 哦，这个人吃不够，他又在第二点一个咖喱 rice。 最初コース是了一百一再来是饭后甜点，点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刚刚的经验到这里还没结束，这个蛋糕吃起来有点像布朗尼，但巧克力感觉比布朗尼还要更浓郁，有黑巧克力的感觉，口感绵密。整体来说这里 CP 真的很高，大推。感谢本集赞助商台湾 MIT 品牌 SAYDOW。炎炎夏日潮湿闷热，今年的北海道夏天热得跟台湾有得比啊，雨也下得超多，身体流汗，整天湿湿黏黏好难受，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件排汗快干舒适 inner-Tshirt 啦。 SAYDOW 的 AIRLlithe 凉感衣，使用日本科技凉感纤维，透过特殊制造技术，让衣物具有平滑柔顺垂坠视觉感受，表面光滑，加速身体热移动速度，提升织物凉爽效果。具备五大机能，有调节湿度、快干、柔滑肤触、除臭、弹性加等舒适机能。大家看我们频道这么久，真的是用力介绍了北海道不管是夏天、冬天的穿搭。讲到穿搭，我个人绝对严选 CP 高、机能性的穿搭。AIRLlithe 凉感衣穿起来不但很清透舒适，也有微微凉感。即使排汗也完全不黏腻，是我在众多排汗 T 恤品牌中感觉 CP 甚高、非常实穿的衣物。没想到老公也有一天会来 promote 我们台湾 MIT 产品啊！来听听日本人的实际体验想法。で、まあ、肝心のね、シャツの着心地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今日の時点で北海道は約30度ぐらいまで気温が上がっていて、湿度もまあ非常に高くなっていて、普通の下着であればベタベタしてしまって汗でねくっつい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はね非常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て着心地がまず良好です。と生地の方もこうストレッチして、まあ、こういう風にストレッチして柔らかい素材なんだよね、うん、でなおかつ、まあ、生地も非常に薄くできているので着心地はいいですね、うん。今日さっき少し汗はか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今すでにねシャツの方は乾いていて、非常にその速乾性がある素材を使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とてもいいもの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私は感じてます。 AIRLlithe 凉感衣原价599，本频道限时限量团购，一件只要299，消费满额还赠送天丝凉感抗菌内裤，详情请见影片下方说明栏，喜欢就赶快下单吧。今はもうご飯食べた後、ほらもう一つスポット来ました。三愛の丘。三愛の丘、はい。じゃあちょっと行ってみます。行ってみましょう。这边美瑛这边其实有一大堆的这个小的这个丘陵哦。美瑛，这是丘の町美瑛。こちらはその丘は多いですね。哇，来这边看一下。哦，好漂亮哦。那边看过去，一望无际的田园哦。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已经收成过一次了。
而且那边再近，那边再走过去就不行了，那边是有田地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兴隆之丘。哇，阿明觉得累，他要去睡觉，他要先去车子午睡一下。没关系，我自己来逛一下。哇，看这个笑脸稻草，哇，好可爱哦。哇，这边冬天之前我们冬天来过一次。然后这边也有卖冰淇淋之类的。哇，来这边看一下。哇，好漂亮哦。不过那边都是私人田地，不能走进去的。这边又来到一个小的丘陵，这边看这个牧草笑脸，好大哦！哇哇，那边看过去一望无际的田园。而现在下午三四点，好像感觉快下雨了哎。哇，这边冬天也超漂亮的。那边看过去，那应该是 Mild Seven 的墓。哇。它这边有一个小卖店，还有卖一些甜点啊。这个风味色，买了一个冰淇淋，现在来吃看看。这是 T-Float 的500日币，看起来还好。然后他们这边都有一些可爱的牧草啊，然后这边啊都可以拍照，这边很漂亮。哦，これはなんか美瑛の家鸡ミルクみたいよ。它这个冰融化了，它这个下面就变成奶茶。这个是蛮特别的，为什么叫濃厚自在哦？好浓哦，濃厚でしょ？濃厚。好漂亮哦！哦，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美瑛这边的街道了，看到那边街道还蛮漂亮的哦，很干净。啊，看到上面的房子。哦，哇，列车刚好经过嘞。哦，来这边这个秘境的 A 区看一下啊。B 的 Ogano Kura。哇，这里卖超多明信片的，才110日币。哦，好多哦！哦，来这边应该可以买明信片，寄给你喜欢的人。哇，好可爱！哇，刚才在那个米吉诺 A 景，因为那边感觉还蛮小的，想说出来透个气，来喝看看这个。刚才在那个米吉诺 A 景买的这个优酪乳。哇，好浓哦！冰的街道，刚才那边就是米吉诺 A 景，从那边出来。哇，想说出来透个气。哦，我们现在又回到富良野这边了。哦，私たち前回泊まったのコテージそっちら看板見た。TikTok は宣伝しかないでしょ。TikTok はちょっとやりたくない。今はもう富良野の町に戻りました。今回は何を見に来るかな。今回はね、富良野の、まあ、伝統的なお祭りのへそ祭りがね、まあ、初めて来ましたけど。私も。ね、その富良野には来たことはあるけど、でもへそ祭りはね、見たことがない。正直生まれて一回もないから。本当のお祭りを始めますって初めてやり始めてから50年ぐらい。長いね。そうだ、メンバー1名ですね。そうですね。Uターンのところあたりで一番、Uターンの時ぐらい休ませるみたいなね。わあ、好多人哦，多いね。毎年見てくれてます。わあ、好特別哦。哇，他上面那个脸，脸感觉就是像斗宅一样的，哇。はい。それまでちょっとしばらくね。はい。これはメンブダイでしょ。お、すごい。へえ、看这里，北海肚臍。北海肚臍祭哦，北海黑松祭り，すごい，北海だね，北海黑松祭り哦，哦，那一般物も売ってるみたいね。哇，第一次来逛，看到北海道这个
夏天的那个祭典，哇，这边简直就像夜市一样，有没有？哇，超级多人的，哇，这个简直像北海道庙会一样 ，Oh my god！ 哦，这个电视常出现的 QN 胖，哦，哦，天哪，简直就是像在，竟然在北海道乡里面逛夜市的感觉，哦，但是也只有这种麻之力的时候才有，哇，哦，买日本的卡基锅里，好多味道，哇。哦，はい。ありがとう。ここからスタート。お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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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マリオ、マリオ。おお。それ本当に映像だね。この顔になってるね。これ T シャツじゃん。本当の兵道じゃないじゃん。もうドラえもん。这个名叫莫修一修，嗯，哇，那个手真的超级好玩的，哇，啊，考个几号？哇，台湾队来喽，台湾志工队，哇，台日文化交流活动了，哇，大家真的露出躲宅了。厉害厉害厉害！哇！交往，结账，交往，哎！シもあるし、静かの回答。これめ顔めっちゃ面白いね。可愛い。え可愛い。え。はい。はい。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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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外国人もいるね。頭が傘かぶるの。はい。おめは回去了。結構長い一日でしたね。そうですね。今日は長かったですね。でもね、あのへそ祭りは初めて見たんですけど、はい、すごくね、迫力、よかったね、そうそう迫力もあったし、ね、いろんな人たちとかいろんな国の人たちも踊ってて、はい、まあ、台湾の人も踊ってたけどね。そうだね。でも今日はもう最高の面白いの一日でしたね。そうですね。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す。あとはね、安全運転で帰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はい。じゃあ皆様また次の動画会いましょう。はい。はい。バイバイ。バイバイ。
組み方しないでしょ。暑いわ。暑い。ベタベタ、ベタベタしてる。